高云翔案最新庭审，高云翔被指给女受害人挖坑，律师盘问步步紧逼。去年三月，高云翔这个名字突然火了起来，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他是董璇的丈夫，之前的国民女神的丈夫，另一个就是他做出的事情了。去年三月，高云翔与制作人王晶被爆出在澳洲疑似侵害了一名女子，受到了很大的关注。毕竟出去的事不仅仅代表着自己的形象，而高云翔又有着那么幸福美满的家庭，老婆美丽，女儿可爱。这一次女子将面临高云翔律师的询问，面对这样的多重盘问，女受害人要清晰地想起那屈辱的回忆，对女子的精神状态将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在网友爆出的庭审记录上看，在询问过程中律师步步紧逼，女子也在一次的盘问中快到了崩溃的那个点。而在庭审期间也曾爆出女当事人主动要求与高云翔合影，对待高云翔十分热情的消息，令吃瓜群众摸不着头脑，感觉事情好乱呀。